《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至第五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旁族，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母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若，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好啦，咁所以讲到呢一度嘅时候呢，咁显身出你就会明白点解喺神嘅家当中呢，就算神嘅家当中啦，国际嘅先知或者国际好多嘅牧师，佢哋做事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係话换句话讲，而家你就明白啦，原来一生嘅果效同埋一生嘅态度同埋做事法呢，都係由心里面去发出嘅。每个人都系嘅。即係你就算监佢都冇用，佢自然就会凭佢心里面嘅做法出嚟。所以你就明白有啲人真係纯啊凭良心做。但是就算侍奉里面呢，有些人是良心再加上虚荣心咯，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通常良心少少良心加上虚荣心，而最尾呢甚至虚荣心骑住个良心的话，那就出了即是唱歌的班巴兰。即是你估计即是开头的时候他不是爱主的，他一定是爱主的，不过只不过到最尾个良心不知道去了哪里，那就变成虚荣心跨岁咯。那所以变成有啲嘅教会就点解牧师会变成咩咁样呢，咁因为原因就话你嗰个冇善心㗎，点解咩会同性恋嘅，咁即係好似 Take Hager 咁样啦，即係一个6000人教会到最尾变成过万人嘅时候发现呢，哦原来佢係男同性恋嚟嘅，每次出差呢都会 call 啲男妓嘅俾人发现咗咁样。咁点解你嗰个冇善心㗎，佢梗係有良心啦开头，但咩变色心，佢嘅色心係被栽培咗出嚟嘛。呢、这个就係点解每一个侍奉者呢佢哋冇做一样嘢，就好似我是平信徒的时候呢，开始这间教会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怎样将我自己的生活呢是封密了。就是说我选择了最有效率方式去侍奉神，预备信息做些什么，然后那个就封闭了。就是说在我那个生活范围之外呢，是不会再有其他呢干扰了我侍奉的东西让我接触到的。但问题这些牧师就不是了，他们会觉得哎呀爱美是人之常情，咁于是乎咧，好多时候请个靓嘅女秘书啊，跟住成日出去去外面接触好多异性啊，一间 council 又有佢份啊，因为呢个系女大明星啊嘛，呢个系女歌手啊嘛，咁变咗教会里面冇其他人有资格 council 嘅，等我 council， 咁谂起咪搞错好多呢份爱情，好多呢啲问题咯。原因就系咩呢？原因就系其实佢冇听良心去讲。即是如果他由一个小牧师的时候呢已经是听良心去讲，他已经知道将他生命呢是怎样封闭了。就好像石安那样，一早已经我们将弟兄和姊妹分得很清楚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更加比你分得很清楚的。在这一点。原因是什么？就好像现在有 WeChat 这样这一些。那很多时候啊，有些人就算领袖这样都不懂避忌的。你越是领袖就越要避忌。平信徒都还叫可以 OK。但是问题越进到领袖呢，你就越要避忌，因为点解啊？因为你个选择多咗。所谓你见到嘅好嘢、贵嘢、值钱嘢、赚到钱嘅机会就更加多咗。如果你喺个过程当中慢慢培养你嘅色心啦、你嘅贪心啦、你嘅私心啦，即系当中或者有懒惰嘅心啦，好啦，咁冇错，唔系话你开头冇良心，但你个良心慢慢泯灭咗啦，即系慢慢消失咗啦。然后取而代之就是果啲。咁所以你就会睇到个方向喎，这个牧师会咁行，那个牧师会咁行，佢开头个个都一定话自己冇事㗎，係咪？但问题唔系凭着良心讲㗎，绝对唔系㗎。因为你睇到嬲咪出咗事啦，係咪？所以变咗你会睇到而家你用呢个概念你又理解咗师奉其实所有个牧师都系人嚟㗎咋。係呀。但问题如果唔懂得去咁样做嘅话呢，一定会出事㗎。因为点解？因为佢既然系个人，佢培养咗乜嘢心出嚟呢，那个心最尾都会跨碎，甚至会觉得为了那样嘢呢去牺牲去牧师的身份都得。所以弟兄姊妹，我同大家去分享到呢一点嘅时候呢，最主要就俾你知道你尚系一个平信徒。当然你唔系一个主任牧师啦，我先系啦。或者你系一个全职。但问题就系话你有冇藉着你嘅良心，喺你即系我常常都教，喺你自己嘅良心 strong 嘅时候，强嘅时候，定咗一啲生活嘅准则系你不变嘅呢，即系话你懒惰嘅心开始慢慢侵蚀你的良心啦，去慢慢走上嚟啦。你但问题呢、这个懒惰嘅心导致你身体可能一路年长一路衰败啊，应付唔到好多日理万机嘅工作啊。
你有冇将呢个懒惰嘅心理克制佢，然后喺你强嘅时候，你个良心去定一啲你即系生活嘅守则咧，即系可能会系朝头早呢几年就全职嘅话，花时间去锻炼你嘅身体啦，因为等你能够即系到晚年嘅时候，你都侍奉得好好啊，系咪？即系每一样嘢，其实系你要喺你个良心最强嘅时候咧，将你嘅贪心啦、私心啦，每样压抑落去啊。而本身信主就系一个咁嘅历程，侍奉就更加系一个咁嘅历程。而侍奉里边，当我哋处理到好自己嘅话咧，神就会藉着一篇一篇嘅信息，一个一个嘅动向带领我哋。咁所以石安，你会睇到个人嚟讲，我哋要系一个好讲良心嘅教会，但我哋整体系咪咧？即系每一次我推动你哋去做，为香港去祷告。去脚掌所踏之地，系咪？即系香港踏匀晒呢个地方，咁跟住我哋讲嘅储粮，我哋系咪凭良心去做呢？其实因为我哋个人做得好，神让我哋整体再跃进，因为喺神嘅眼中，我哋就系将会成为全世界好多人嘅榜样，唔系为咗使到我哋得名与地位，根本我本身都唔自在，就算连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都唔自在，所以变咗好多人以为啊，我出去败坏你嘅名声啊，石安你睇住嚟啦，我一定整死你。嗰啲咁嘅学生咧，其实佢到最尾都唔知道，我哋其实最怕系乜嘢？我哋今日由头到尾都最唔怕咧，人哋整坏我嘅名声。根本由头到尾最唔怕，我最怕就系神放弃我啫。我最怕，因为根本我放弃咁多嘢，我就系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啊，系咪？咁所以变咗喺我嘅过程当中啱啊，我做呢啲嘢反而再得到呢啲咁啊，更加证明我系嚟自神啦，系咪？即系第一，我一边就得到咁多属神嘅印证，另一边就听到神咁多嘅声音话俾我听呢一啲。啊，即系呢一啲禽兽不如嘅学生，佢哋做紧啲乜嘢？其实神系点睇咁样？咁在我嚟讲，我越嚟越觉得喺咁多年里边咧，我连神一啲好细嘅，即系以前神一啲好细嘅事件啊，或者好太阔嘅嘢，佢唔会同我讲噶。但系近年咧，即系喺尤其是我讲2020年信息开始之后咧，简直嗰个倾听神嘅声音嘅程度咧，系最细致至到最宽广咧，我都听到啊！即系神都肯同我讲噶。原因就咩？原因就我擴展咗、拓展咗個良心啊嘛。提摩太后書第三章第二至第五節，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夸狂傲旁俗，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母親情不解怨，好説慚言，不能自若，性情凶暴，不愛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现敬拜赤心，尽道圣所将爱慕献尘，侍奉永生神。进到你居所，学信你恩公满日降临，炼净我这心，期待上帝你倾听应允，临在圣所中施恩显怜悯。到至圣所将心念道说了世界给人，以赞美进到殿前寻着上帝恩，来到至圣所施恩处，被我神荣耀遮荫，献敬拜诗将风情音韵。